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，我是你们速报机林炫啊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，是刚刚登陆 Steam 平台的一款手绘风肉鸽动作游戏啊，有点像这个死亡细胞的一款游戏啊。我们的主角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死神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玩一下这款口碑非常不错的游戏啊，一起进入游戏吧。这游戏也是期待很久了啊，终于来了。游戏的画风很好看啊，人家手绘画风。死神，哦，直接把人的灵魂给带走了是吗？这个游戏说的是死神的手下，就是疯狂的收集人的灵魂啊，打破了这个世界的这个平衡啊，所以我们这个主角。是他们的老板，就要回来这个平衡这个世界啊，干掉他们的手下。哇、哦，这疯了吧？到底是要抓多少人的灵魂？哇、哦！哦，这死神天天在这儿盖章是吧？要疯了！你们到底是抓了多少人来？哈哈，好可爱啊！他已经不想再盖章了，毁灭吧，累了这个世界。有人来敲门啊！南瓜头来找他干嘛？哇！又有这么多！哇！这些好像就是他的手下。要让你们看看谁才是老板啊！哼！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不是死神是吧？哇、哦，帅耶！哇，我们的镰刀，哇，酷！哦，出来了。这个死神走着飞着的啊，不能乱来，我们有一套规范流程。哎呀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先生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全乱套了，布拉德决定放所有的灵魂进来，不用一一检查了。所有部门都已经超负荷运转了，我也是累死了。跟死神属下，也就是你们同事们谈谈吧，这个烂摊子是他们搞出来的。欢迎回来 CEO 先生，祝你死得愉快。Have a nice death。嗨，老板，准备好带领 Death 死亡公司重回正轨了吗？可别一开工就闪了腰。先来个热身吧，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听见骨头嘎嘣响，快点快点。怎么热身啊？哎呦，这攻击感觉还蛮爽的。A 键跳跃 ，OK。干得漂亮，老板。然后 RT 是什么？哦 ，RT 是一个冲刺啊，可以啊。一个深蹲跳就解决了，直接按上键使用，毫不费力，3.0。哦，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光爬上来啊。OK， 是克劳德·伊斯克，他已经错过了离职酒会。哦 ，X 键攻击，好。这个战斗的时候没有震动啊，比较遗憾。不过他现在。还是一个这个 early access 的阶段啊，应该后边还会不断的改。好，快打碎那个石种，拿上你的武器，你的斗篷就很快要派上用场了。哦，可以获取啊，巨兽 2B 拿取，可以干嘛呀？那个变形斗篷简直和我一样柔软，别忘了和 Y 键一起。哦，这是我们刚刚拿到的武器啊。
x 加 y 键这样的连招吧，我看一下啊。哦，可以同时摁啊，按住 LT， 然后哦，好，干掉他。让你的按住 LT， 然后按，哦，可以，好，按住，哦，按住 L 气，哇，是放大招啊！我刚刚他妈为什么要一直按 R 气啊？我是疯了！捡到了个什么？捡到了一个钱，流通货币。OK。哎呀呀，老板你受伤了，想找回当年的状态可没这么容易。按 RB 就可以回血啊 ，OK，RB，OK，、okay, 回完了。消耗一个灵魂可以治愈你所有的创伤，但虽然不能回复全部生命值 ，OK， 一次只能带三个这个啊 ，OK。好极了，老板，完成了，干得漂亮。不过别忘了，到目前为止，你的陪练们都是我的朋友，他们欠我一杯咖啡，所以对你放水了。OK， 要动真格了。来吧，全力出击吧！这可以看地图哈 ，OK。这游戏感觉就是个死亡细胞风格的游戏啊！哇，这是敌人啊！我以为这是我的那个书呢。哼！哇、哦，给他来一锤是什么？哦，好像是个硬币一类的。哎呦，这个战斗的手感感觉还是很轻盈的。这里我们要下去了。好，这个大胖子感觉攻击力很高啊，这是什么？回个血，哎，这个哦，这个直接打了他，他是一个收集品，这个是。哎呦，完了，唯一一个回血的又没了，操！用早了，刚刚 X 键 Y 键来吧，哎，没打到他，哦，有点气，哇、哦，哎呦，多闪一闪啊，多闪一闪，哎呦，我靠！来放个大招，哇、哦，这什么？这个锤子攻击力很高，但是速度很慢。看一下这里捡到个什么 ？RB 火焰剑 ，OK，B 剑。哦，我们又有新技能了，好多技能啊！可以。但是这个技能好像不能一直用。二 B 蓝之苦，5.3秒100，我们替换掉哪个呢？替换掉这个，试一试啊！哦，这个很帅哦，掉这个了。二 B。装备储存，这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哦，刚那是选关是吧？我去死！哎呦！好，这是个什么呀？感觉我要死了，没多少血了。他也没有回血的，我现在。
给我来个大招。好，哎呦，好，都干掉了啊！看一下给我们个什么？哦，回了一点这个，给了一点钱，没其他的呀，没连个装备都没有。繁星点点，我们来拿一下试试啊！替换掉这个试试。哇，这感觉好帅哦，对吧？好帅哦！他这个是往外扔纸飞机啊，你发现了吗？但好像这个繁星点点好像不是很好打人啊。哎呦，被他又你妈被他锤了一下，这怎么办啊？我没有回血的，我感觉我要死了，因为一开始就用了一个那个，生命魔力布。哦，这是选关啊，它每一关好像都是，哎呦，这个好像是 BOSS 战呀，我们进去看看 HR 办公室，不会进去就被秒杀吧？哎呦，好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 BOSS 来了。没有个回血的吗？打不到他，我靠，太高了。是什么？二 B 说话。哦，先生，你终于决定走出办公室了。我们的公司业务运转顺利，你在不在都一个样，对此我就不发表评论了。你的缺席并没有阻止属下们去上面作乱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比如说诅咒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。殴打员工会让公司赔钱啊，殴打仆从们也一样，但诅咒可以规避这个问题。哦，这个诅咒就是附加的这个 buff， 对不对？攻击时附加流血，打开一处石种是恢复十点生命值，获得30个冥币。这个冥币不知道，选个这个啊，回血的。我们主要是现在没血了。OK， 可以了。再给我来个血吧，老子要他妈死了。干掉他们啊！这地上突然出现这个东西，让人有点害怕哦。给我来个石棺，回点血。我现在只有5点血了，靠！商店，去商店看看可以买什么。哦，很高兴见到你，老板。他们把那边搞得一团糟是吧？你能参与其中真是勇气可嘉。不如看看我的货品吧，看一下有什么货品呢。哦，在这儿是吧？恢复15点生命值20个，这可以买啊，回点血。咒语，此咒语使用时可以，这是什么？爆炸30点。升级商店额外物品栏。一个，这哦，这个没有道具，它好像是需要一个特殊货币，那买一个这个呗，来个这个试试。哇、哦，这个爆炸是这样子的，保卫科完了，这个好像是真的 BOSS 了。我们只有他妈20多点血是吧？这怎么打呀？我刚刚不应该把那个，哎呦，完了。
刚刚不应该把那个回血的给用掉，那个回血的我们最多可以带三个。你哪位啊，戴兜帽的木乃伊，你居然不认识你老板了啊？哎呦，我操，完了，我这就死了，倦怠。哇，有点难啊，第一次见到 BOSS 被秒杀，我靠。再来啊，再挑战一次，比较正常，很正常啊。看一下我们应该可以去升级吧，应该可以啊。这是什么 2B？ 这是啥呀？这本书在这飘啥呀？哎呀，老板，见到你太高兴了，你还带着深渊之书呢，不愧是我敬爱的老板。你知道深渊之书会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吗？只要按这个菜单键就可以了。他真的很可爱，但是他的眼神让我不太舒服。这上面是哦，这好像就是我们已经收集到的道具。这看着跟那个死亡细胞的那个道具墙很像啊。这是干嘛的呀？老板，老板，早上好，或者晚上好。属下已经失控。OK， 在这好像可以哦，可以买东西啊。颤抖之矛，我现在好像有40个金币，对不对？购买屠戮是什么？大幅削减预算的重型武器，戴上铁手套、铁拳。200啊，这些好像都买不起啊，这都他妈好贵啊，我只有39，那买个这个呗，买不起，算了，哎，其他都太贵了，走吧。哎，我要怎么上去啊？怎么走啊？还要哦，还要继续往前走是吧？我以为是从那儿直接传送上去了。再来，我这老板不能这么丢脸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这一次怎么一个回药的都没了？你不能这么说。行了，这孩子，这显而易见，高层与布拉德之间存在利益冲突。但是他的手段可以不用那么强硬的吧？本来只要用铁拳把他的头骨打碎就行。OK。嗯，不给我们回个血吗？祝你死得愉快。好吧。哎呦，我什么时候在哪回复这个回血的这个量啊？要不然只有这么点血，有点难打啊。这什么？哦，是收集到了一个增益，好像是。哇、哦，这个好帅啊！战斗的动画，对吧？哦，我现在没有其他武器了。我刚想起来，刚想摁那个 Y 键，后来发现我他妈没有武器。哎，现在只有个普攻啊，最多是有3个不同的这个武器啊。来吧，装备，冥币，先去捡个装备啊。先让爷去捡个装备。哎呦，这里怎么这么奇怪啊？这么阴暗。哎呦，被打了一下。这个家伙会往外发这个攻击波，有点不爽。刚掉了一些血，他这个回血感觉好难回哦。先把上边给干掉啊！哎呦，躲一下，躲一下他们那个。啊！哎呦。这个胖子攻击很高啊，但是他们动作比较迟缓，所以也可以打。好，哦，
看一下，给什么？没有给道具啊。哦，在这儿。巨兽，这不还是那个吗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想搞点新道具啊，或者给我们点新能量，对不对？魂力办公室，去这个看看，这好像是个 boss 是吧？精英怪。哎呦，结果你他妈是旋转。这里我还下不去。哦，那边好像有一个冥币。这里得从这儿，它好像是有下坠攻击的啊。看到了吗？它是有下坠攻击的。这个锤子我看一下有没有空中啊？这个锤子好像没有空中。这个镰刀是有空中攻击的。哦，这好像又是一个小 boss 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操！他好像勾住我们的话就会连环攻击啊！我操，完了！好，躲一躲啊！哇，躲一躲！哎呦，我操！他们这个攻击力也太高了吧！我这打了我几下，三下我就死了。Oh no！ 我觉得我得去升级一下那个回血技能，你知道吧？地图不可用，控制室。哦，这里好像还有这个诅咒敌人，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打的敌人啊，武器，斗篷，深渊之书，巨兽。哦 ，OK， 嗯，刚那个其实不是很难，主要就是我一开始失误有点多，有点可惜了。60、49啊，这解锁不了，要60个。这个感觉武器应该蛮厉害的，我们再去打一轮吧。哎呀，可惜了。哼，再来一局啊！哼，这一次必须要打过一个 boss。但是那个回血的，我们应该怎么补充啊？他怎么不给我们补充呀？假条是个万能券，可以换到公司里的任何东西。这个假条要去哪里拿呀？好像是有个什么道具，但是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办法拿到。这是什么？其实这前面的这敌人基本上攻击模式都会了。哎呦，靠！又被他打了我一下，好烦啊！本来就没多少血。本来就只有60点血。好，可以有一个上挑的这种动作啊。这个冲刺的这个次数在哪儿看？我也没看到。看一下这一轮去哪儿啊 ？HR 办公室装备储存，我们去 HR 办公室看看。
吃一个 buff。哎，这有。哦，就是你击败敌人的话是有几率捡到这个回血的这个灵魂啊。哎呦我操！哎呦，这两个家伙攻击范围太广了。哎呦，我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操！我怎么跳不上去了？哎呦，先把他给干掉，回个血 ，OK。哎呦，就回了这么点儿。操，完了要死了哎呦，这游戏感觉前期的容错度好低哦，因为这些小怪打你一下都浪费那么多血，这是干嘛的 RB 哦，流血的蓄力时间回复五点魔力，受到攻击后造成额外伤害，选这个。这 HR 办公室就是选这种 buff 的，我们要记住每个地方都是干嘛的，好吧？这里，哎呦，装冥币储存，我们去看看，是不是在这里可以获得冥币呀、啊？应该是可以解锁什么道具之类的。哎呦，我们只有11点血了。哼，对哦，刚刚一直好像都忘记用大招啊。其实我应该多用大招的，我是不是傻了？刚刚，给我来大招！好，哇，这多爽！我刚刚为什么就忘记用大招了呀？这大招好像用的就是那个魔力值。哎呦，我操！哎，完了！哎，你们攻击力太高了，我这都死了三次了，还没有拿下一个装备，哭了！你们能不能对我这个老板友善一点？啊，友善一点好吗？一旦大老板批准了一个申请，相应的灵魂就会被吸到井里，一旦他到达了彼岸，该系统便可将其本质重塑为冥币。哦，这些东西不知道可以干嘛。你看现在都解锁不了。哦，可以解锁了。哦，解锁了，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新的武器，可以去拿一下，等会儿。又死了，伤心。看一下他们这边聊天还有什么新的话吗？好像没了。哎呦，我怎么又被他打了一下呀？你妹！给我去死！哼，去死！他这个小怪血好厚啊，要打这么多下。看一下可以选一个镰刀蓄力攻击。哎，镰刀还可以蓄力攻的。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镰刀是可以蓄力攻击。哇，镰刀可以蓄力攻击啊，可以啊！我操，我直接掉下来了，可还行？但是我感觉根本就没有时间给你蓄力，对不对啊？好，直接把它给炸死。保险库。危险楼层是什么？我想知道。
去危险楼层看一看，感觉应该是什么偶然事件之类的。可别让我在这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完了。哎呦，跑呀，没血了。好，哦，我还想说这危险楼层是干嘛的？是啥呀？电莱斯特。哦，是什么？哦，一个延迟的攻击，是啥呀？哦，捡了一个假条，应该可以解锁什么东西？在控制室里可以用假条换取一次升级，或者是变形。哦，可以哦。别过来，好，居然没有炸死他，追个血，哎呦，这个回的血好少啊，哼，这个血量感觉严重不够啊，哟，完了，又要来了。哎呦，完了，操，哎，就差一下我就被他给打中了，哼，架桥都没用到，哎，哭了。我这个老板太菜了，我不配当死神。 OK 啊，因为这个试玩时间的限制啊，我们今天试玩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。今天给大家试玩的这个游戏是刚刚登陆 Steam 平台的一款肉鸽动作游戏啊，名字叫做祝你好死 Have a nice death Have a nice death 啊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，游戏支持中文。好了，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，我是你们速报君林迅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，欢迎评论、收藏和点赞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